欸，上面怎么有沾到水啊？湿湿的。我的胎了吗？胎了。沾到雪了。你要不要两脚都试啊？你不要。没有，两只脚的，两只脚一定一样，因为你们踩雪板的时候是不会分的。左脚吗？我觉得我脚都要被捏爆了。跟我上次的感觉是一样的。又停嘞，连这个都会停嘞。偶尔吧。而且不是，它不是慢哦，它是全停。还是说这里其实是一个菜鸟太多的地方？好，热个半死的啊，马上要起雾了。完全的不行啊。你有带雾喷雾吗？是有。然后马上就全都停了，然后一堆人又往那边走了。都要排队。我又来不及了。确定哈？差一没关系哦。没有他。人很多呢，越排越多啊，怎么办？这是高速啊，希望 OK 啊。哎呦，来点冰霜。里面有什么？在对手啊。对啊。好，进不去又要退出啊。在右边呢，还是左边？左边有，右边有。
就是要岔你啊。冬天好棒棒。这里的学生不大行啊！哦，卡什么？我们算我们停的第一次，我们来算算看，我们坐一趟缆车要停几下，好吧？嗯啊。这不知道拉多高，然后拉上去就看到凉亭山了吗？我不知道。哎，我这边看得到，看不到。我包在我裤子里。啊，我们应该来 check in 啊？不是啊。是吗？装这个不就是这个目的吗？嗯，哪来呢？这里网路可以吗？哟，第二次了。太弱了吧？第一个人不行，第二个人又不行。下次害缆车停的是我们，不要这样。哎呀，好危险！我是掉在手套上，然后手套掉了上，好危险的。Checky， 看他是不是知道我在哪？一定的，一定知道了。不要公开。Checky。对啊，他画出来是这样图哎。那过半天才秀出 Checky 的 icon。哎，他既然秀出了学长图，对啊。我们现在坐上去的缆车哈，嗯，往右边有一条红线可以滑回来。哎，他说那个到对面的缆车在下面一点的地方，哎，你有看到吗？他画的学长图。你说，但他画的小小的。对啊，小小的，我没办法放大它。你看一下，就是那个去对面的缆车，我们要去那个地方。这个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下去怎么那样下去？啊？对啊，刚刚，我先看我们的缆车是哪一个？就这个吧。啊，所以对啊，红色的这个线，所以只能花黑线去到那个穿越缆车吗？没有啊，第三次了。上不去了。我才没有前进几公尺，它就停下来，是怎么回事？大家都上不了，这车没有很快啊。没有，下一。起先是下面要上车的出车，接着上面要下车的又出车。哦，不是啊，这中上级。啊，停了哎。SD card error。下去再弄，因为这要整颗拆下来。为什么了啦？我哪知？你要现在弄吗？要再拆一次吗？不用，我觉得没救。你拔了再放吧。我说电源，你先拔再插。跟电源有什么关系？先不管嘛。那个 SD 本身根本就没有 error。我来。
过来，我看。想要烦你自己吵着要跟我换的，现在好了，好啊，那之后就又换成在我头上了。我觉得我的外套是不是哪里有拉链没拉？我觉得我后面有一股凉风。我现在不管，我只希望上去之后，我们刚会凉快一点。我们停三次了嘛，我们在看。我也觉得后面有凉风。不是我外套后面唯一有风啊，在手臂跟腰侧身这边，你是吗？我是这里在凉。我不是外套，我是后脑勺。嗯，我没有，全部都包起来了。我有戴我帽子。我什么都没戴。还好我刚刚没有穿鞋跑出来。我只有把中程放在背包里。追逐太阳啊！那个是电塔。不是缆车，还是那个？那是缆车吧？你说那个亮晶晶的东西吗？不是，左边那个，那也是缆车。那我刚刚 看，这是绿线。右边是绿线，左边是红线。左边那边坑坑巴巴的，应该是黑线吧？啊，今天出大太阳，那雪会是什么状况呢？右边这个松松的，但是好像没什么可以的，但是。即使啊，即使现在出大太阳，温度也还是零下，这应该还好，搞不清楚的雪况。他没有看到缆车开到几点？但是我们这个山头，它是一直坐到晚上的。哦。但是那一边就不知道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如果贪心多滑，不对，我刚刚去大厅忘记问吃饭的事了。哦。你确定我们今天可以？可以啦，那最好是说哦，没有预约，拍摄好像今天什么都不能吃，他不被告死才怪。就是说，万一我们的价值可以吃更好的餐厅，但我们却得去吃一个比较不好的。其实没有很高到了。往右边吧。这样没有很高，我们居然停了三次。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他会自己开吗？会啊。这竟然就说有黑线，不道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知道了啦，有初级的人要来。我现在知道会停的原因了，因为这边一出来是初级，所以一堆初级的人跑来坐。好吗？你看，所以两边都一样啊，都是到初级。好吗？现在我要解决的是我的雪镜的问题，戴好之后才会开始滑，还是先不用戴就滑了？拜托你，先问我，我想什么？呵呵，你先骂啊。你说说看，这个状况下哪边在挡路？正要靠边的时候，全都给我走右边。上面有写时间吗？他只有写线，没有写时间。
有想怎样吗？要试着滑去对面吗？要啊，不就要去对面缆车？重点是还是不知道对面缆车在哪。好吧，慢慢下吧。因为今天有太阳晒嘛，这边写什么？初级者的 Rainbow 河流注意，要滑左边还滑右边？那个雪那个站是哪里啊？那个是下车的站。好，先滑这里好了。偷看，横越缆车在哪里？哎，看到了，在那里，一左一右那一颗，慢吞吞的，不知道走这边对不对啊？我也不知道这什么等级，就走吧。只看到游园地呢，但是这边好像很陡呢。所以都不要，是不是？我想要走前面，因为我现在心情还没有很轻松，所以我不想要滑很陡的。照片。啊？我要拍照啊，你会不会拍啊？那就拍这里哦。这就是今天拍不到的那个山啊。对啊，所以我说赶快拍照。有人钻进树林了。好，拍好了吗？好了。嗯，你应该是说拉对口袋。没有，我是后来就拉线。好，三个方向都是黑，看你要哪种黑。要红的，啊？你说右边也是红，有一点上坡的感觉呢。
那个是小火车啊，那是一条路，不是小火车。不是哦，那是地上的路。怎么看起来好像很陡、哦？那个高高缆车在哪？来回缆车在哪？怎么现在又看不到了？你要干嘛？你说什么？啊？就走啊！我看到了，红色在那里。往右边滑吧。看到，看到，右边那一间，那要去咯。那个白色三角屋顶，我在看，就那个红色、那个白色的那个应该是，啊？对啊，我觉得是那一个、啊。那一阵烟是你喷起来的吗？是吗？那要脱下来哦，要脱下来吧。是有多远啊？没有多远。我觉得我膝盖怪怪，膝盖很奇怪，但上膝盖就很久，我觉得有点怪。
今天谢谢舒服吗？舒服啊，舒服啊，没有痛，我一开始前面痛了很久，然后就是太热在起雾，但是滑起来的时候后脑又太冷，所以有点尴尬。我哪一摘？又有点尴尬，像现在又有点热。所以，到底啊，你说Westing 是要坐小车子？小火车？车在哪？小火车是有个隧道，这因为它横越路面，所以它是下面有个隧道。不知道是那条路在雪里面还是这样，它是 L 型。哎、欸，那里有轨道在上面，但是过这边就变地底。你有今天就要来冲他们那个吗？今天礼拜几？四。礼拜四要冲就今天冲，然后五六日都不要，然后一二再来。哎、欸，二就回家了吧？那就是一来，今天跟一来。哦，你怕五六日人多，日也许可以来。日大家都回去这样，嗯，有可能。哎、欸、不，礼拜一日本放假，哎、欸、那不就一也不行吗？百搭，那就四五都来好了。五就是大家一堆人 check in 啊。好，关于这件事。你这帽子好戴吗？我觉得是变成很合头，所以我猜我加了那个就完蛋了。你不能放松一点吗？我现在就已经放松了，还能再放松吗？我刚才已经放了。我就是说里面那个像是泡棉的地方。我这个有看起来整个像透光吗？有啊，你整个都是水。对啊，是啊，是你自己在那打呼，就一直在冒汗。今天是白白。为什么这个车两个方向都有人？害我刚一时搞不清楚它是什么方向。因为有人坐下来吧。为什么这种冲完盖子的不能坐啊？嗯，你是说它上下都可以坐，很奇怪。嗯，这应该快到了吧？它应该下去就是接。羊蹄山在哪？啊，羊蹄山在这个山的背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边是西，这边是东。羊蹄山在这个山的背后，西东。羊蹄山在那附近，上山顶看那个方向。不然你把那个地图叫出来看。我怎么觉得羊蹄山是在这个山的背后啊？在我们前面的方向，对，在我的前面的方向。东西，对啊，前面是西边，对，对，我讲错了，羊蹄山在西边，所以在羊蹄山在我们现在前进的方向的后。对，所以我们上到一个高度才看得到它。哦，是啊。对啊。完全反方向。就是我们车开来的方向，那个一直拍不成的山的背后。哎、欸，这条线好像还蛮长的、欸，坐蛮久了。因为那一边的山脚很远。山顶多远啊？啊，为了预防感染，搭缆车的时候，请不要把手套跟口罩脱掉。有这种事？看到了，那你看前面的那个小山是不是西山？好
好小哦。西山很小，看起来很小，看起来很小。嗯、然后这边就是牛寿都附近啊，我在地图上看，就是一大堆的像田一样一大块白白的，就在左边这一边。把这图先存下来，要应该要可以看到这些。看不到嘞，雾雾的。哎，嗯，现在几点了？今天的目标就是先做到山顶，其他。Close，close，close。他没有写，他没有写营业时间嘞。现在2:48。我不知道他哪里会写营业时间。那都够。有一个到3:40，有一个到3:30。哇，这个怎么做那么长啊？它还是平着开的。很多都3:30哎，好像时间不够了。我们一定来得及做到山顶吧？我传给你，要吗？好。哎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弄好，弄好。先收好。山顶去山顶，他说什么正面通路直走不是吗？中上急用，继续往上，继续走，继续走。等一下我看一下，到这个的山顶好不好？但是好像要这个的山顶才看得到两山。刚刚我那个图好像是这样写。现在位置那。那现在位置，你现在坐到山顶，接着才可以有办法滑绿线，滑到左边的底下，所以还是去山顶。就可以上到山顶，还不算过分。所以问题就会在从旅馆出来的时候，先坐那个小绿线，两个都是大绿线，先坐小的上去，接着滑到这一个，接着到对面来滑。以后的流程是这样。我们自己的山不滑了吗？我们自己的山，你又不想练功。看风景啊！全部山都练完了才要滑，然后看风景。不管风景，它竟然有待机区吗？又撞了，前面也撞了。怎么撞？看着前面。你要出去要等等等啊！下面人家
踩了。哦，你说这块雪很深哦？嗯。不是啊，他是去到那种三角区域啊，那种区域摆明的就是。就进去也不好出来吧，所以你的目标是要去另外一个山头。哎，刚刚的介绍。所以我们现在啊，到了山顶之后，滑过不去耶，要先滑黑线才接得到这个绿线，然后绿线到底，然后要不你先滑红线，接着一小块黑线。看要滑哪一个，然后他的这个黑线好像比较难，因为他是两双钻石，那就先滑红线，再接黑线，最后绿线一路滑到那个山脚，才有办法到另外一个山顶。我是觉得一开始可能不要那么超啊，啊，为了风景。后面都是云啊。我怀疑羊蹄山啊，其实什么都看不到，因为我们开车来的时候不就看到在一堆云里面吗？现在也是，我现在那边只看到一堆云。对，这个这样，这个他说就是刚他说他看到，所以是 winter season 是，哎不对，他说伊索拉才看得到，伊索拉可以看到两座。说要去伊索拉，那你觉得太雾了是吗？对啊，那边都后面都是云啊。然后我们今天不就说那个车子在开来的时候，不就说那是不是羊蹄山啊？也都看不到，只看到山脚。这样的确二字谷比较近。应该说两边遥望。没有啊，这个两边距离差不多，只是这边多了一个山，让你觉得比较远。嗯。然后二四谷中间是平地，你不觉得不觉得那样？我再看一下哦，红线下来会跟着缆车附近，接着有个地方会切过去，那一块是黑线，就是一小段。那一块成功切过去之后呢？就滑到底，就到了这一个。他有写什么？以 Solar Base 的 Station 里面有吃的。但是问题是你看一下我刚给你的时间，很多只有到3:30。我们重点是这一条线叫什么？伊拉佩是吗？伊索拉多拉贡六人，伊索拉多拉贡赶得到就可以。蓝色。伊索拉多拉贡。看一下。啊？怎么看？伊索拉。六人坐的，一定是打圈的。有写第一、第二吗？看几人坐。是贡多拉。对对对。伊索拉格拉3:30。哦哈。所以有点赶。你要赶吗？我看几点。因为今天天气好啊。但是那边也是雾啊。现在是。有可能赶得到，但是不要用赶的心态，就滑过去。那他应该不会那么坚持，我们应该会刚好时间到，尤其像绿线那么长。重点是切过去那条线，有个岔路的地方，看他有岔。但是滑错了，下面还有一段啊。还是黑的。什么？Across, A cross, 跟 across, E cross, 都是 across。然后叫什么？弗利科扎瓦科斯。
凉多了。里面有一滴水。眼镜，你那个口罩拉下来一点。嗯，对的。这口罩里面不湿都难。他这好急的拉上去哦，他这拉好急哦，两根柱子而已哎，就上去哎，三根，四根，就拉上去这个面，好高、哦。好了，起雾了。那你叫口罩都还是在那个位置，我跟你讲都不听啊。我拉啦。我这个，在我看来，你整个口罩，你要不要用我的反射看？哦、oh. ，你整个鼻子，整个全部都罩在你的口罩、眼睛里，你最好是可以不雾。我再继续拉。应该很远吧？没有啊，你的眼镜罩到你的口罩三分之一，你的口罩在眼睛。远远的都在，也知道多里面了吧？你看我都拉到，我都鼻子都快遮不住了。你整个还是压在眼睛下面，对，还鼻梁那边，对，都在眼睛下。应该说，你看一下，假如那个 A 是长这个样子，你也要切吗？我说下正下方这种感觉正下方哪里？正下方，等一下 A 就是类似从左边滑到右边那种感觉。它不就一小段切过去？讲的简单。哦，尤其像在左边啊，看到了看到了，但整个都在云里面。所以可以不用看。看得到。我不大想切那个黑的，我第一天不想那么累。但是我觉得之后就看不到了、啊。我们还有好天吗？不然你冲去好了，因为我胆子小。不会啦，这样子而已呀、啊。哪样子而已？你看这样子，我不管雾，我不管雾，我说的是雪，我说的是雪道，切过来的雪道，我胆小。我刚红色的就不大行了。虽然我知道我一定可以滑，但是我不行。那之后五天都没有这个天气了，那就算了。哦、所以我说你就滑，你就不用等我，你就去滑。那我就死在雪里面这样。我们两个一起，我顶不住啊！我顶不住啊！
过来就过来。这样。然后。这是我挡到人啊，他路没有很宽。哦，这里的雪道感觉就是不是很宽。嗯，我能体会到那种感觉了。什么啊？路在哪？我看路。路在右边呢。那里没有打，你是不是有三十分钟了？慢慢下就好了。那里有要拍吗？没有。那边是黑水。我说只是拍而已，在这里拍一下就好了。他们竟然还有一条不开，嗯，这里你也要啦，两颗钻石黑。我要戴眼镜。戴个哦。我要戴什么眼镜？啊，口罩啦。我这边不会冷。啊？啊？对，我刚刚觉得冷。那你的有外套那件衣服？我穿了你就来不及。东西啊。好，那我先来穿可以吗？好啊，你快点啊。你会要我快啊？你现在这堆耗子，你都已经穿好了。你就这样讲。为什么不在缆车上穿？你就怪我、啊。我还要管你有没有穿衣服。不，你不要怪人就可以了。我还要管你有没有穿。就是要搞很久啦，简单讲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也没办法滑快，你就不要不耐烦就好了。我目标就是这样，我也想。
那要不就你先去，要不你就不要抱怨。不抱怨啊，我只是跟你讲，我的目标就是那样。打不到就算了。Go to the right side. The left side, Tom. Thank you.
啊？你说什么？啊？这里才可以拍到两个。你好。然后。你要拍照吗？嗯，没有啊，走吧。你不要拍。嗯。我觉得现在比刚刚更清楚了。你要不要拍？你就拿出来拍一张。好，好了。嗯，这有光，我觉得看起来跟我刚刚拍的不一样。现在在相机里乍看是一头白白的东西，要回去看才知道吧。好，然后现在就是要找切过去的路。我看到了，在下面右边那边。没有，上面的好像比较，哎，好啊，上面都切啊。因为我怕说没有的话，如果还有下去，他说用联络 cos。如果够宽的话，应该就还好。我靠！很，这个很陡哦。我要离你远一点。就这样子大切就对了。
直往那边冲。我刚刚侧降了好一大段。是啊。哎呀，我太近了吗？那个真的很陡哎、欸。不过好像还蛮安全的。不是，我怕我又插进，把板子插进去。不会啊。跑出去了。好。说这个新的联络道吗？这个不是吧？啊，对啊，要拱多了才对啊，继续走吧。啊，前面还有我前面吗？前面怎么看起来没东西了？下面还能滑吗？
他说他关了，拜拜。那所以只能坐这个，要坐也是坐那个去。那怎么办？我滑下来了。那就只能坐这个啦，然后又回去了，又回不来了，又要下个这个钥匙的。要爬上去吗？啊？爬上去吗？不要。好了，为了去脱下来爬上去吧。为了去哪里？但是应该也到不了山顶吧？他这可能只到山腰吧。啊，这样你也好，好，你要不要？哎咻，哎咻，哎咻！啊？差不多，你有回头看，觉得嘞？然后呢？然后你要滑下来吗？那第二道极限，那你现在爬上去太累了。啊？现在爬上去太累了。所以呢？哎呦！现在几点？现在大概快三点半啊，就是刚我至少三点半往外跑，他就直接封起了。对啊。他阻止人增加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这里右边，还往上往下嘞。坐到那边的山脚。这里有动物脚印，正下方。Thank you.
没有啊，怎么回去的路？也只有这个可以坐啊。刚刚爬高雪山。那选了就选啦、啊，就回去啊。我在想，该不会这里可以滑到威斯汀吧？然后威斯汀再坐小火车回去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下次要坐小火车过来。我不知道，不知道哪个方法比较快。我不知道，我后来帮你开了，它有关掉吗？不知道啊，碰到什么缆车就坐什么缆车吧。现在不知道，每个都是往山上的、啊，只是不知道多高以及去哪个山而已。Center Station， 啥？回家吗？怎么回家？这是回家的路。不知道啊，有缆车坐就坐坐看这样。你还要滑吗？还是怎样？那我们去滑滑看溪，我爬到溪的山顶。刚刚坐的就是溪的山顶了。永远是东海。嗯。溪不是我们旁边的叫溪吗？对啊，刚刚我们坐的就是溪的山顶了。对啊，它只有两条，你知道吗？刚刚有撞到山顶吗？还是刚刚开？啊？还是没开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知道的西山就两条而已。我做了其中一条，那就再做另外一条，就这样而已啊。你说什么？这有电塔，有电塔。你要他们不准用电塔吗？啊？欸？所以那一个是接回去，一个是去上面。嗯。去上面很快停的。你还要坐一次这个吗？那个？去上面的。我怀疑我们还有车可以坐吗？因为都要快停。啊？你到底有没有在看时间啊？我没在看啊，问题是。这个缆车站就在前面啊，我只是已经要走了，已经大概十分钟。啥？你说什么？
我不知道你讲什么，你说接下来要干嘛吧。你现在说你要去哪里？我说你要不要看一下缆车时间，真的还上得了就上啊。但是现在就在跑了没？好，你一直在讲那个，他不就一直在跑了吗？往左边走。那边有个楼梯上去，是不是缆车站？你说回去才走这边哦？那从右边上吧。等一下回去要从右边楼梯，
冷啊。怎样？我上面还坐的，身上还在冒汗的，讲的你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这样做不就好了吗？怎么不这样做呢？拉开呀！啊！你也没拉开呀、啊，就只是一直把那个眼镜塞在口罩里面。那你现在不赶快透气，你这样是怎么样？我那个有在录吗？有啊。久流传。山顶是这样的。这样子山现在是完整的呢。这么巧。雾比较大一点。你又说完整又说雾大。我说它没有像刚刚是一片云挡住啊，它现在是有的。整个是有的。但是就是雾了点，我们再拉回那边还有什么？哦，西馆应该随便做一个，西山随便做一个就可以划回我们那边吧，不然要走回去还得了，很远。应该说，我们缆车到对面之后，我们应该都看不到任何一个缆车站，搞不好滑不到啊。威斯汀也有四个缆车，好不好？也不够近。我说我们没有坐到最高的缆车，还是那个是没在动。啊、这个最左边的这个 West Gondola 四人座，感觉我们只有坐盖子的，没有坐 Gondola， 还是 Gondola 没开。四人座，我们最左边我们没看到有。哦，所以最左边没有，所以上不了山顶。好像，可是我也看到了，也不是 Gondola， 看到椅子还是什么的。对啊，刚刚实在是有一下有一点摔倒，是想说好累哦，就倒下去休息一下，这热钱。你有怕吗？你说什么？刚刚那个你有怕吗？会怕，但是擦雪超松，只是擦雪松的问题，倒不是摔死，是板子插进去又找不到了。我不怎么那种状况应该不会板子插进去吧？
卖公寓。公寓不能使用温泉。公寓，你在家洗澡就好了。他家的水有热啊，谁知道？他有说他家这边是是啊，谁知道嘞？对啊，哦，放人，他被灌了冷气啊，我还没带电扇。我也还没带，等一下来带好了。撕掉啊！现在能用，回去再回去不会拿棒棒。我目前有两样东西，帽子我把它扯掉了，这个没有。先左先右再刹车，好可怕！刹车。看着后面这样子来运动来进，没有太阳了。刚那边的太阳已经变没了，蛮晒的了。啊，回去了，太冷了。你也觉得冷吗？我是不觉得。灯点起来了。哪里有灯？西山的灯呢？这再上滑下去就去滑去左边坐车，坐缆车是。不对哦，这趟滑下去不知道会滑到哪里去。待会找台再看。这趟滑下去会回原地。直直滑靠左边滑对不对？好，戴眼镜。为什么手上有一些血？刚刚抓血板是吗？最后一段怎样？他没有反应，他快有血无料。最后一段，这一段吗？刚刚上一段。上一段。对，他是无料，没有发现。但是在那里的人，除非他是怎么方法过来的，不然应该一定有吧？他有血，他无料吗？有。啊，是哦。好啊，你就滑啊。你说什么？你说太滑吗？好啊。好啊，我没办法跟太近现在。
我没办法看你，我只能照我自己的滑，你就滑吧，我没办法看着你。真的？真的。你就滑吧，还是你有办法跟我？好，走了走了。对啊，因为还没有轻松啊，所以在费力。休息啊！我们这次我就没有累嘞。我故意在弯，在。我就安心了。我在弯，所以比较费力。我也是放心了，所以开始在调角度。我在下班，我在下班。啊？我走啊走啊。
对啊，回去的缆车走左边。走啊，排队了，所有的人都要回旅馆，你要去惠斯汀也得这样吗？走走走，排上去排上去啊，你说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对啊，这是好几天去。我想要打的，我想一路溜到最后。因为感觉瘦。啊？其实这样排队比较好。对啊。不能同伴啊。直直就好啊，你在干嘛？更费力了。好的，这个。就一步要差你那种感觉，怎样？啊？你什么意思？这个人是什么意思？你在这里干嘛？抓走。没有，旁边很
靠靠现在就很难决定说到底要怎么办。我刚刚也有，这里有一团白白的，我想到底是毛还是它脱棉花了。这真的都是那个雪啊，就是这个好的很，但是比较冷。真的？就是比较冷，可能里面的棉花被压扁还是怎样。你之前用这个比较多吗？也没有啊。我也有。总而言之，就是那个裂的比较多的原因，应该就是这样。这个不被喜爱，看下来都看不到。反面正反面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看不到。羊蹄山的背后。对，所以就是高相对看不到。这里雪道比较窄一点，
还要？你说你还要滑西山啊？没有，说西山滑一个，然后滑回我们的旅馆那边，不然你要走回去啊？我不知道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知道那个位置的高低差，我只知道我们坐上去的那个缆车。Westin 在哪里？路过的左边吗？高高的地方。我现在看不到。这。下面营业有限，有缆车，那什么缆车啊？嗯，有盖子的。嗯？有盖子的。难道是威斯汀专用吗？我还不知道。嗯 ？Center， 啊，回去再研究。对啊，因为以往我们来一个新现场。都研究好了，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。不是这里的，我大概就知道，就两个山跟几条线，就这样而已。车嘞，没了。这缆车是要给人家滑哪里啊？这个都不像雪，这个都像……哎，还在跑，没滑过的。看起来怎么有点像是让威斯汀的人去雪场？我就是有个假设，就是说，威斯汀如果门口直接有，那我宁愿坐小火车来这里，坐缆车过去，也不要去那边爬了半天，坐上去再下来，再过来，这样，你知道我什么意思？但是不确定，还是要研究一下。嗯？对吧？还要偷看小火车在哪里。越来越低了，越来越低了。这图上没看到啊。这个游乐有在营运吗？你说冬天有没有？我不知道，夏天有。玩起来认识，脸就被吹翻了。嗯。这缆车在这。就这样。跟有人走路。好冷哦！有摩托车，感觉也是千辛万苦走回去，好吧？不考虑。筷子变冷，不就变冷？我现在全身的衣服好像都在发挥作用。我好冷哦。橘橘橘。然后雪迹又是粉粉的，所以我看到粉。本来就粉啊，你说更粉吗？嗯，粉粉。粉粉啊。你要不要拿下来偷看？还是拿我拿下来也没那么粉。拿下来没那么粉。Seven 在哪？好，我才懒得去的，到了没水了，再来喝喝看它水怎么样。北海道。要跑出去很麻烦。要过马路。只是可以去买大罐水。好像刚刚。
你还要拉上去吗？我爬不上去。会好啊。没有啊，广州啊，在哪？广州啊，就是我们坐的刚才。啊？谁说的？广州啊，就是我们刚坐的。你不是说有个上去的广州啊吗？上去的？你那说？啊，你说这个？对啊，我看什么都没有啊。他好像说本 Q 停业。真假？我知道西山有一条狗。有一条线是本 Q 停业，那现在要怎么办？现在走一走回去，你知道吗？可以滑一段啊，你要吗？可以啊。再前进一点。你是要滑到？你也可以一路推回去啊，推回去应该就在正前方那个建筑物正前方。从这里，你再爬一点，有个速度冲过去都可以。你爬多少就有多少力气，太累不要也可以。我这里只怕中间被人挡路，不然还 OK。爬到这里，这样，那就是滑回去就好了。推回去，拼了命！你今天没有帮我拍照，拍什么？今天没有拍照，我还拍什么？拍呀，没有。我刚刚就听到他暂停的声音了。你觉得看太久太久吗？也可以啊，时间换取力气，你要的话可以啊。走了。
在为止都很正常。对，蛮正常。上放了，又。就是知道刹车技巧的话，那条路应该还不错。然后如果不大会刹车的话，就会很错。我猜了。
怎样？感觉沿着灯，那里是缆车。哪里？那一条树林就是缆车，中间有一条树林，两排灯嘛。中间树林的左边是一个雪道，树林的右边是个雪道。嗯。然后我们想要的应该是最左边那个雪道。啊，但是我们这边过得去，那个感觉是我们上面呢。对啊，感觉过不去没关系，我是说目标尽量回到那里，然后要是回不过去的话，我们就会到那这个缆车站的下面了，就这样。好，你先滑、啊、我只是在停下来而已 啊，我就是停下来啊，没有。那里有灯呢，到了。过得去吗？过得去吗？好像这边比较低耶、欸、就是好像还是被诶、欸、是这边吗？还是我不记得有那么高诶、欸、我们没有从这边出来过。对啊，但是我们的房间偏这边。我知道，我是说我们那里不是有两个灯吗？我觉得我们是矮的那个灯出来，然后高的那个灯可能也可以出来，然后最这边好像出不来。好吧，我只是为了要看看地形。那个是小孩子玩雪区吧？没有，你要拍哦。
就那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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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就这吗？哎、欸，嗯，看不清楚。前面往左弯，希望回得去。原来那是魔潭雪道，魔潭雪道，好吧，看来还是得累积点速度冲过去还是比较好。穷啊！你是说应该走下面那条路吗？好像是哎、欸，下面这条路。好，这里有个波道，我要用它的动力。哦耶耶！里面还有吧，会不会？反正我不要。好了。没穿几根毛了呢。那算了吧。没有毛的刷子我还第一次看到。服务不佳。I'm the same.